的宋仲基，请打分。哇，有什么理由？你的全部都过八十，当然。其实我觉得阳光呢，笑容是非常重要的。真的，认同吗？认同。你笑一个来看一下。哦，哎呦，好，爬行出来吧，米秀。来，请我们的汉元。哇，果然很阳光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笑容真的非常好看。你常来马来西亚吗？常来，已经连续第三年来了。对，就来工作拍摄。工作拍摄，拍摄什么啊？我平常就是有拍广告啊、微电影、那些。那我们突然有一个 VIP 就把椅子转去。哎，进来的。交往的是跟他吗？对对对，曾经啊，好可怕，可怕，回来。曾经是应该的，回去回去。他说曾经。OK， 我刚才知道有 Emily 的时候，你本来不知道他有来的，不知道。刚刚你知道他有来的时候，你想离开，很紧张，我刚下来的时候，那个就撞到玻璃门。啊？为什么那么紧张呢？啊，因为我们曾经。曾经什么？曾经什么？我们两年前就认识了。怎么认识？那是一个交友的一个工作，是交友的节目是吧？那个节目跟那个男神一样，就是有会请很多女神来哦，然后对，然后帮你们配一配这样，对对对，哦，然后你们两个就配上了，没有没有配对，他抛弃了我，他辜负了我的一票，你辜负了他，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当时节目他拒绝你呢，从来没有讲过原因，对不对？没有。我们现在就问他，一个这么好的女生，我会帮你，你要抛弃她，不要跟她交往呢？我可能没有准备好。不过我相信你今天少了一票了。为什么？就是他的票。对啊。就看他等会儿的表现如何。OK。哇。好好表现了，兄弟。好。谢谢你，请坐。谢谢。好，把他请出来吧。欢迎 Top Ten。看，不要看，他的耳光会飞耶，就他有点像獒犬那种感觉。什么獒犬 ？You look like a dog。不是，他在说棒棒糖的獒犬。讲的獒犬是人，獒犬。一个台湾艺人獒犬是吗？I heard you are actor, right? Yeah, it's been 3 years already. 3 years and around 5 series. Wow. You still single? Yeah. What type of girlfriend you like? I don't know. I mean, shorter than me. She's beautiful. Beautiful day, 刚刚那段我们把它剪掉，剪掉，剪掉，好，好不好？好不好？还原真相 ，ING。Shot OK， Shot OK， OK， not face， Face OK。哈哈哈哈哈！决定要翻回家。哎，你每次叫我出来又送我回去了。你看看他的反应 ，OK？ 坦白说 ，Kim， 这样的 standard 你喜欢吗？我喜欢 Jasper 这种，情有独钟，你不要喜欢我这种。She's beautiful。我喜欢 Jasper 这种，可是我没有打算要跟你结婚。他不喜欢你的，他最多也是喜欢我罢了。很好啊，我不。Now we do one part of acting, OK? 那 Wave 做导演吧，好不好？请 Fancy 出来啊 ！I keep very short girl, very short, very short。三、二、一 ，Action！哦，热干好 ，Why？ 不
得来啊，妹妹来把个摆了，来个妹妹要摆了。有摆有摆，了。那我就会不傻听了。我没口罩。Come stand here. No. The height doesn't matter. The matter is something else. What else? On the bed. On the bed. On the bed. You know, righ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God. 哇，太酷了，好大胆哦。On bed 啊，哦吼。哦，三哥都好大胆呢，尺度很大。Thank you, Fancy。谢谢。Instagram 300,000 people follow you。Yeah。哇。After this show, very fast, 400,000, 500,000, until 1 million. Okay, thank you. 谢谢哦。你好。你好。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No， 确定。哎，他厉害，他也是一位演员。他拍了一部电视剧，是讲同志的，在中国有播。The China fans go to Thailand and meet you。Yes。太厉害了，国际的。OK。You like Malaysia lady？ I like Malaysia。Hey Malaysia lady。Which one you like？ 出错。Free one。Buy one, get one. You buy me, I give you money. I like you. 哇，赢了啊 ！Yes. 又被退货。I like a girl short hair. 和你那个。出来。Indi Thong Rap, 告诉 Malaysia 呐。You can draw. Are you Thailand 呐 ？23. 23, 我可以。ท่านชมิงสุ่มบาปก็ที่จะเป็นแฟนคุณได้หรือไม่ได้ได้啊去死吧ได้就是可以啊答应了 You have girlfriend in Thailand? Oh no because I still focus on work and my business. You got business? You got business? Yes. What business? About apartment. Apartment? Apartment. 公寓 You build apartment? Yes. 他是 developer? 你好建筑商金龙，哎 ，You give me one apartment 呐、啊！我，哎呀，下一位啊，跟本人很像，跟本人很像。你们笑什么？你们笑什么？跟你很像啊！啊，什么样子、啊？他也拍过电影，拍过舞台剧。一个人才来的样子像不像？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好不好？好，有请宋仲基，请打分。这是多少分呢？我其实收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心情啊，好开心啊！你没有感觉是不是发错本了呢？我不管了，我讲我立刻来，我立刻问几时 recording， 我马上来。然后我讲说服装没有问题，化妆师我有，我全部一定到。凑人数而已，凑人数，用紧凑人数会找到你也不错了，讲真的。哎，我跟你讲哦，他真的还没有结婚之前还是一个处男，真的，是就是坚持哦。没有，那时候因为我还好，因为年轻的时候经常，因为我是游泳选手嘛，看不出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运动。我有一个昵称叫亚庇蛙王。什么？我们每次做电影 road show 的时候，阿周不在场的时候，你知道是谁在撑场的吗？亚庇蛙王。
不想表演这个吧？对吧？好了，我先问一个问题。哎 ，Jasper， 请问一下你的 Instagram 有多少 follower 呢？臭臭 Smelly Smelly 也有14000，我昨天 ban 了，都 ban 了14000了。这一位呢？他的 Instagram 有85000哦，85，比你多倍。有请宋仲基。给个热烈掌声 ，Charlie！ 好期待，好期待 ，Charlie！ 哇！这个我可以，你可以。你是从事哪个行业？网拍。其实网拍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自己拍自己的衣服。follow 我有85000，这85000人是从哪里买回来的呢？不是，对不起，其中一个是我，因为我 follow 他很久了，哇，很久。我给你一些音乐，你去 feel 一下，然后摆几个 pose 来拍照，好不好 ？3, 2, 1, go， Charlie， go，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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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动作很少。我也会啊，明明是一模一样。林德荣做一次，林德荣做一次，我今天回去就有85000 follower 了。最主要身体不要动，头动就好了。啊，怎样？哎，不能，不能啊，不能，不能啊，不能。最有事情吧？ NG， 现在有问题。就感觉你这里边啊，其实眼神很重要，因为他就是那种 feeling。啊，听说你戴那个假发也很美，我刚刚有同事跟我说，要不要试一下？好，来，我们的发型师，快，加吧，3, 2, 1，请转身。哇！你可以拍那种洗发水的广告，真的，真的。我行。但我想问一下，你的家里人会不会跟你讲，你留回长发啦？这样有没有这样？不，穿裙啦。你现在跟我讲话，不会觉得很可怕吗？不会啊，真的，还蛮顺眼的。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我一定追你的。我很想看他 AQ 的表情哎。哎呀，就是那种清纯美。是，快点，猫咪的，猫咪的。绝路。呀呀。厉害！好了，今天的节目你就带着这个假发吧，好，谢谢你，谢谢 ，Thank you， 就带这个，谢谢。我们发型师去那边帮他搞一下。最后一位喽，不得了，又不得了，又不得了，每一位都不得了。哎，这个编剧讲写稿了，每一个不得了，很好，这样。没有，是我把他的稿改成我的本子。好了，讲真的了，他是从泰国来的。如果把他的分数没有高过95分，我的头砍下来给你当球踢。哎呦，我就是要 fight 到这个记录。OK， 你不用头砍下来，你头等一下放在楼梯那边，我坐上去就好了。OK， 好，我们听一下的声音好不好？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บายดีไหม I'm Jeep from Thailand I'm Pam from Malaysia OK 把请出来吧我们有请宋仲基请打分94分给个热烈的掌声 Jeep可能吧，他完全就像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 gimmick， 因为一般女生的那个肩膀这个背位比较单薄嘛，是，他是很厚实厚实的，长得有点魁梧，你知道吗 ？Welcome to Malaysia，
I let you see Malaysia a special chair, OK? 不要以为我忘记了。What chair?Can they try? 来就往前。You my team, you know like that. 哎，要跟他讲泰语的。因为他说他是他的粉丝啊，为什么不可以？你讲他的粉丝，对呀，是他的粉丝，让他坐一下嘛。You come sit, I welcome you. Come, 真的，哎，他真的相信。最后一位是我的，你的。他的职业呢非常危险，他是一名赛车手。哎呦，很帅吧？他很 man。重点是颜值高不高啊？刚刚有一个高啦，刚刚有一个95，会比我这个高？你这个超过85，当你赢了 ，OK？ 应该会超过吧？超过90分，我投给你猜。哈，真的吗？我穿高跟鞋。制作人，90分。有请宋仲基，请打分。9190分，我投给你猜，我投给你猜，大龙大哥，我不敢。那我带你猜。为什么我每次这样衰的？不能乱乱答。每次开口中，真的每次开口中。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叫我男神 Fashion Show， 有请我们第一位 model Jasper。Jasmine 穿上我们夏天的服装，鞋垫垫得很高，但是还是这么的难看。另外一个 model， 我们有请 Michelle， 身高本来只有150，穿上鞋子之后变180，胸部由小胸部变成大胸部，小胸部变大胸部，本来就很大，好不好？快点去走。我走吗？对。Ladies and gentlemen， 2017年肥佬走秀，不管你有多老，身材多烂都好，你都可以穿得好看，穿得帅。你胸部本来就小啊？没有啊，本来就很大啊。什么大？哎呦，而且我的脸哪里会很丑？我很丑，可是我。我不是讲只有脸丑，整身都丑，那还差不多，有自知之明啊。You know how to dance, right? 有，很好笑啊。I give you music, okay. I give you music, okay. Music. 想不想看他跳舞啊？好啊。You want somebody dance with you? You choose. 该是你。我来选胸大的。哇，一个黑一个白。3, 2, 1, music.欢迎呗，这个应该是听出来啦。那个是我要跳的舞来的 ，OK？ 他有选对人啦。他好像在找 Miko 找什么？Miko 害羞嘞。我觉得他跟 Jasper 跳比较好。Jasper 进来，再说 Jasper。Come on。Miko， 可以坐下来。Music， come on。一种可怕生物即将诞生。哎，所以说这个环节你们已经得到2分。可以这样。好，那就这样。我们再来做一次。啊，你要增加一次机会是吗？是，好，可以，反正你们还有两位队员没有玩，对不对？你们还有两位队员没有玩哦。好，我就加一局，但这局呢额外加5球。五球啊！如果你们输的话，这5球也是给他们的哦。好，明白吗？我 OK。德龙哥，
来来来，到底是什么呢？吸来吸去，很暧昧的旁边，抱在一起摇摇摇啊！什么？到底怎么摇？你跟你的 partner 这样拥抱，然后，你们两个身上呢都会有一个摇摇器，就你摇一下，他动一下就算一下分数。所以你们不断的在摇摇摇摇摇摇，然后加起来的那个分数最高的摇的最多次的就赢。所以你是跟谁摇？我跟武阳。你是跟谁摇？我跟吉娃娃摇。马上各就各位。摇啊摇啊摇。Yes。这个环节是你自己要求的。是。你们的方法是怎么摇呢？我们打算公主抱。好。Are you ready? Yes. Three, two, one, go！ 计时开始，动，动起来，动起来，有，不要怕，有，已经25了，30，30，好，高点，报高点，武阳，哎，80了，80了，再快，再不要停，不要停，来来加油，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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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10秒，最后10秒，10秒，最后10秒，赶快，8，7，6。 170，3，2，1，停！哇哇！哦，非常厉害！好，我们先来看看，厉害！Michio身上总共摇了186下，楚阳的是，小心小心，189下，哇！ 一共是375下，哇！帅帅帻帅帅帅！我你回来！我不是很厉害摇的人哎，反正是额外的5球嘛，输了也没影响，对不对？不可以摇，不可以给他拿，我都5粒球啊，德荣，不会摇，不会摇，啪啪！好，准备好两位。 你们打算用什么 strategy？ 他是公主，所以公主抱嘛。是，这个一只熊就熊抱，熊抱啊 ！3，2，1，go！ 哇！喂喂喂，很神啊！哇！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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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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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这个画面有点像National Geography。两只动物在走，十秒，最后十秒，七、六、五、四、三、二、一，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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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妈，我会摇的哈。你的数字是250下。一个人已经250下了，恭喜我们的 Jasmine， 这个是你的，拿着。好，到龙龙的，更厉害。哇，真的嘞，妈，你很多孙子。龙龙。30下。输的是我们的侯祖米丘，现在米丘的侯祖一共有18球，怎么可能？你们男主角有13球，怎么可能？这一位呢，他还是学生，他还是学生，他就是唱我的主题曲的。对，丑八怪呀！
薛之谦。好，有请宋仲基，请打分。哎呦，薛之谦，88分，很高分哦。哎，我刚刚听那个制作单位说呢，他说如果这个出来不像的话，今天所有的通告费全部乘二。我已经闻到不像了，已经闻到了。良心过得去，像不像了 ？OK， 叫他出来吧。欢迎薛之谦。好迷你麦克，而且他自己有带麦克风来哦。制作单位就找不到一张照片是没有麦克风在这边的吗？也好奇怪一下，为什么出来有一支麦克风？好，究竟像不像？想不想看？好，预备，3、2、1，请看。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不听我的短信就哭，我不想，不想要我。真的很像，哎，开玩笑，其实像一个明星脸，自己开心嘛。啊，也是啦，也是啦，因为大家都这样子称我的，可能人家不知道我的名字，就讲说啊，讲话又不用这样紧张的，这样可以难做冒板啊。听说你，那你会跳舞是吗？可以脱下衣服，你要脱掉裤子都可以。Music。你可以也会跳舞的，看我不叫跳。PK 一下 ，PK 一下，来。哦 ，Come on！ 哎呦，可以了哇！哇，还比较了。谢谢。好，加油。他不止他的医术高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才能。什么才能啊？他会 B-boys。B-boys， 跳舞。对呀。那你现在可以现场表演一下吗？可以啊。Wayne 也是会跳舞的，好不好 ？Go go go Wayne！ B-boys 是香港。看你。Wayne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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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不会痛的，比舞不会痛的。Yeah Wayne！ Are you ready？ Three, two, one, music。谢谢你的勇气，你这样子也敢出来，真的不错。谢谢我们的医师 ，Thank you， 把请出来吧。欢迎吴正。他也会跳舞是吗？啊，哪一个的 BTS 哪一个的 Nine？ 我就是呀。来，没入场。他是 Let Kiss， 给我一点机会嘛。来，继续。我来看那个 BTS Nine 的，哎该。OK。I don't you listen。不是嘞。我来看那个 BTS Nine 是哪一个的 ？Hub High Blue。OK， I've been done BTS。Bye bye。OK， this is。我觉得他的眼睛很辨人，很
看的。哇，太有魅力了！最擅长的是哪一种？嘻哈，嘻哈 ，hip hop 是吗 ？hip hop， 不仅有 hip hop， 我们那边几位也是很厉害啊！要出来尬舞一下吧！来来来来，来一起来！那你什么事？我也是会跳，来来来 ，three two one music。好，有哇，有那个 hip hop 的 feel 哦。真的手可能会断，几位唱得不好，跳得不错，唱得就不好，唱跳得不错。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志奇老，今天我们非常有亲切的男神呢，都已经到齐了哈。好，下一个呢，他曾经是我的舞蹈老师，所以他讲话很厉害。他讲话，因为他后来就当了节目主持人，然后重点是他是第一届 Astro Battleground 的冠军。第一届哇，那很多年前了哈。是哎。问题是他现在还能跳吗？还能跳，那就可以了。好，我们等一下就请他出来跳舞就好了。好，有请我们的宋仲基，请打分。哎，至少是高的。是是是。我们欢迎 Yo Dennis。你们好吗？好好好好，这里，你是用59分，你觉得什么可以把你啊？我想了，有什么要表演给我看？我表演的，好。哇！会动哎！我们这个是成人节目，来来来。哇！哎，拍戏拍戏拍戏！听说你是我们第一届的这个五极限的冠军，那一届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办，所以还没有很多人参加。对，对，他就拿了冠军。啲外行人识条线咧，想不想表演一下你当年的那些舞蹈给我们看呢？哇，可以吗？可以吗？我想要看，我想要看。I want to introduce you our local one. 因为这个人呢，他常常说他自己跳舞很厉害。给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的 producer 阿爸。我现在很不屑，所以我要他来跟你 battle 一下。Are you ready? Battle. Are you ready? Three, two, one, music, come on. Come on, your floor, your floor.好了，回去工作了，玩够了，玩够了。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Please, 谢谢，给他们一个掌声吧。
好像啊！你看他的 body language 已经很像了，真的有点那种。他 body language 这样，你是刻意模仿的，还是你本来就站不好？有点想上厕所的感觉。我们看看他样子究竟像不像。好，三二一 ，Come on！ 有，就是有点换角色那种角色。他的名字很特别，你知道吗？歌神啊，衣神啊，咩神啊，那就是因为女生都用 pad 的嘛，他变成 pad 神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做什么工的？我是这个卖营养餐的。营养餐啊？所以像林德荣这样一直瘦不下来，你建议他吃什么？我建议他拿我一个三年的配套。三年？做三年，有三年。真的有这样长的配套吗？你骗鬼啊！就要吃 clean 一点啦。德荣哥，他有特长。哪里特长？不是他特长，是健身特长啊！他的特长是健身。健康的人一般都会嘛。现在感觉就不一样了。Come on！没有来，给你帮我 test 一下，他的奶有没有这个乳癌？他的胸在哪里呢？不是这样子磨，是这样子磨的。有硬块，真的有硬块，好大一块。要看医生了。好了，谢谢美好，也谢谢我们的 Passion， 可以过去回去做啦。我喜欢这种身材，坦白说，就不会太大，就精壮。大家好。为什么机器坏掉了？拿到79分，满足吗？不满足，不可能少过刚刚那两个。对，他一定觉得自己98分的。你看，他就把分数传给他。觉得自己应该。那你先讲一下，你哪一方面是最吸引的，应该拿比较高分呢？身材好吧？身材好，他们两个都好啊。请问今天来的除了我，有谁身材不好的呢？你现在应该有女朋友了吧？啊，对，有女朋友了。多少个呀？一个，还真的，还想折一下。OK， 这边的有哪一个是类似你的女朋友那种型的吗？哎呦，我男朋友也是篮球员，我男朋友也是篮球员，类似罢了。OK， 打自己负担的那个篮球啊，真的，只是现在胖了就没有了。很多运动员呢，当他一放弃运动之后，身材就走样了。对，像以前马来西亚霹雳州的这个12岁以下的冠军林德龙这样，哎，你这是冠军啊，真的冠军。我是机械超冠军哎，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看得出来哦。随便可以开一只马，你知道吗？此事当真，当真果然，果然啊！你在开马？我已经听到，我已经听到 black 色的。不行 ，music。哦，小而巧的那种。他肤色真的很好看，很平均肤色。来。谢谢。最后一位，准备好了吗？先把衣服脱掉，冷掉。等一下，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第一个喊脱衣的会是你呢？他代表我喊啊！你的手在干嘛？你在干嘛 ？Win， 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他怕高，想好好喊什么 ？3, 2, 1 ，Win， 我爱你。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两位拍档过来。米秋，你真的要检讨一下嘞。上一集我赢了啊。这一集你输了，我想你每一集都赢，我想他一直输到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又没有人要他。Yeah。
谁呀？杜教授。老师，我。一个人那么像，那片五个都没有反。那一般上教练是 personal 的吗？一对一的教吗？对对。啊，听说好多是有叫上门教的，对不对啊？要是 Jamie 叫你上门教他 ，OK 吗？有办法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有得救吗？有得救，当然有得救。可是你一上他的门，你就没有得救了哦。说的也是，说的也是，有去没有回了。好嘛。请坐，请坐，谢谢。下一题，男性的精子可以在女性的身体一般最长存活多少个小时呢 ？A. 24 hours one day. B. 48 hours two days. C. 72 hours three days. Okay, are you ready? Three.Two, one, go！ 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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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加油！加油！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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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说安泽 ，C C 可以 C， 变咩？哎 ，confirm， 72 hours， 好，德荣哥，我很好奇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安泽的，要钻进去看一下啦。正确的答案是。C 72小时，所以是红组得分，蓝组下场。哇哇哇！不要穿衣。You have to stand here, don't wear your clothes, okay?